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昨儿咱们不是说了吗？今儿啊，咱们要聊聊这九门提督。还是那句话啊，说书不能跑题。咱们这个系列呀，要聊的是清朝时候京城的八旗驻防。其实啊，清代的京城驻防是挺复杂的。咱们要是聊九门提督呢，那自然就说的是京城的治安防御。所以呢，咱们先把这个九门提督放一放，咱们先从啊有清一代京城的治安防务开始聊起。满清入关以后，对京师的治安啊非常的重视。他们首先做的呢，就是把满汉分城居住，然后就是在明朝的治安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更细化了自己的治安办法。他们分设了逐级的治安单位，稍微大一点的呢叫郡，郡下边呢是栅栏，栅栏下边啊就是堆拨，这些个基层单位啊负责北京城的治安。他们都是什么人啊？他们都是八旗当中的步兵，当时啊叫做步军。从八旗驻京步军营当中抽调出满洲军官五人，蒙古和汉军军官各两人，管理各郡。这每个郡有多少兵呢？满蒙汉八旗兵各12名。到了每个栅栏上啊，有八旗驻军3名。这堆泊房里边啊，就是这些驻守官兵休息的地方，里边啊还放着刀、长枪以及弓箭，再有一些啊就是救火防火的器材，比如说挠钩、铲子、机桶之类。所以说您听明白了吗？这些个步军呢，他们不但是防盗，还要负责防火和救火。那么这些郡和栅栏是怎么分布的呢？在北京城皇城以里共有90郡，栅栏116处，大城也就是皇城以外内城以里的地区有626郡，栅栏1199处。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郡和栅栏呀，是分别由各旗负责。那么这郡好理解，字面意思读不懂，它反正就是一级组织呗。这栅栏听着这名字怪怪的呀。其实啊，这一点也不怪，这栅栏呀是有实物的。栅栏吗？哎，它就是栅栏。您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奇思妙想了，这就是拦在胡同口的木栅或者是铁栅，从明朝时候开始就有，无非是清朝啊把它沿用了。这东西不是光摆设，它有实际的作用。只要这更帮一起，也就是天一黑啊，这栅栏算是合上了。清朝的时候，内城的治安那是非常的严格，各郡的栅栏啊那是按时起闭，入更之后闲人不得出入，除了生孩子、死人、患重病这些个情况啊，还有严格的报批制度。要不的呀您就算了吧，您要是随便出门啊，那叫什么呀？那叫犯业。好家伙，那看街的是干嘛的？横着呢，王公贝勒呀一律交宗人府，普通旗人没理由犯业，哪儿也不交，按那儿直接就是50鞭子。这执勤的官兵要是不按时起闭栅栏，或者是私自离开训地，那不但得罚俸禄，并且呀也得挨鞭子。您看啊，咱们现行社会啊，这宵禁戒严不是常态，可是清朝那晚的北京城啊，天天晚上都是这样。那么说今天还有没有栅栏啊？哎，这今天栅栏有没有的，您上小区门口看去吧。这是新栅栏，老栅栏可是一个没有了啊。不过这地名有，前门外大栅栏啊。关于这个大栅栏啊，为什么从大栅栏叫成了大栅栏，您要是跟北京人打听啊，弄不好您打听10个人有20种说法。咱不是民俗史专家，咱不掰扯这个。反正啊，那3个字写出来就是大栅栏。据说那会儿啊，那儿的那个栅栏特别大，也不就是明朝，也不就是清朝，那儿就有栅栏。哎，知道就行了，跟咱们今儿这段书啊没关系。说完栅栏啊，咱们再说说这堆泊房。刚咱不是说了吗，这堆泊房啊，首先是让这个驻守官兵休息的地方，再有一点呢是存放物资的。它都修在哪儿啊？它修在呀这栅栏的旁边，或者呢修在一些紧要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粮仓的边上啊，城门的边上啊，要不见就是这库房的边上啊。要说这清代的栅栏啊您是看不见了，这堆泊房啊您还能看见。去哪儿看去呀？故宫。去故宫玩的时候啊，很多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啊，这个红墙上被填死了的炫洞，这些个不是被封死了的拱门，这些个就是被填死了的当年的堆泊房。
再去故宫啊，您留点心吧，蝎子粑粑独一份，别地儿啊您看不见了。哎，这会儿啊，他有朋友就说了，你说半天了，他这事儿跟九门提督有什么关系啊？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这些在汛上栅栏上的兵都是什么兵啊？他们呀都是八旗兵里的步兵，都是步军营的八旗兵。这九门提督啊，其实只是这个官的小名，这个官的大名叫什么呀？这个官的大名啊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小名啊，就叫做步军统领。这位大人的官房所在地啊，就在北城帽胡同，又称北衙门，全称啊叫步军统领衙门。那么这九门提督都管什么呀？嘿，他管得可宽了。他呀管这个北京城九门内外的门禁，还有这个负责巡夜救火、边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等等等。最初啊，这个官啊是个正二品，后来到了嘉庆年，把这个官啊从正二品升到了从一品。您别看是个从一品的官，在京城五职里不算最大，可是啊他关系重大，掌握着京城治安，也就是说啊，这皇上老爷子的身家性命全交给了这个官的手里。所以说担任九门提督的都是皇上信得过的人。您就比方说吧，这康熙、雍正信得过的隆科多，乾隆老佛爷信得过的和珅、和大人，还有就是这个慈禧太后信得过的，甚至啊是慈禧太后传说中的绯闻男友荣禄，哎，这都做过九门提督。所以说实际上这九门提督手里的权力有很大的特殊性，说是呢受兵部节制，实际上啊有极大的自由权。简单来说吧，九门提督啊他只对皇帝负责。书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把上文书那扣子解开了。那为什么又说这九门提督他又不管九门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啊，其实并不难，咱们只要知道这九门提督到底管辖什么兵，这京城九门又是由什么兵把守，这个扣子自然就解开了。要说这九门提督这官有清一代，他是一天比一天管得宽。步军统领一职始建于顺治年，那会儿啊他就管驻扎在京师的满洲蒙古汉军的八旗步军营。到了康熙十三年的时候，权力增加了，康熙皇帝把京城的治安交给了步军统领衙门。为了明确这步军统领管辖的治安范围，旨意内明确指出是京师九门内外的治安保卫。哎，打这会儿起，这步军统领才有了这个九门提督的名号。到了康熙三十年的二月，九门提督权力又大了，康熙皇帝把外城的巡捕三营又交给了九门提督管辖。这巡捕三营是什么呀？陆营，纯汉人军队，有一万多人，负责稽查捕盗。就在这一年，皇上还把都捕督察院五城兵马司一同也划到了九门提督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呀，这北京城的内城、外城、满城、汉城所有治安防务全归九门提督一手管理。再后来外三营又扩两营，成了外五营，再加上白塔山信炮，这九门提督从最初管辖一万多人涨到了三万余人，官衔呢也从正二品升到了从一品。可是哎，您可听清楚了，九门提督所掌控的所有兵丁，无论是八旗还是绿旗，通通都是步甲，这里头可是没有骑兵的事儿。那么咱们就来说说这京城九门是谁来把守的。京城九门的防卫那可是萧旗营来负责，每个城门啊都设有城门岭，这个城门岭可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呀，这个城门岭或是卸任或是调防，要不然管这个城门的头是不会换的。京城九门无一例外，城门岭和城门守卫全是萧旗营，统统是八旗的骑兵。其中的城门守卫呢，是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轮值，每一座城门由一旗值守，有清一代没换过。咱们先说内九城，除了正阳门，哎，也就是前门呢，是八旗轮值之外，安定门整蓝旗防务，德胜门镶蓝旗防务，东直门镶白旗防务，西直门镶红旗，朝阳门整白旗，阜成门整红旗，崇文门镶黄旗，宣武门整黄旗。这外城呢，镶黄旗东边门，整黄旗西边门，整白旗广渠门，
整红旗广安门，镶蓝旗跟镶白旗共守一门，就是左安门，镶红旗守右安门，正蓝旗是永定门。这些个城门领和城门守卫啊，他没有步军，您说这步军统领衙门他管得着吗？但是啊，有一件事他比较有意思，每天锁了城门之后啊，这钥匙得颠吧颠吧的交到步军统领衙门去。也就是说呀，您别看这九门提督他不管这几个门，但是他管钥匙。其实啊，这事儿他好理解，这皇上他多鸡贼呀，他不会把这个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他再信任这九门提督，他还是会把这城门再加一道锁。得嘞，上文书留的扣子呀，我算给您解开了。京城治安防务啊，咱们也算是粗枝大叶的稍微讲了讲，精彩回目就在明天。明天呀，咱们得讲讲宫里了，咱们要进紫禁城聊聊这大内的高手。